教授，教授，您把手机留在厕所忘了拿了。教授的表哥已经打第二通了。什么？我这个表哥啊，一直打来跟我借钱呢。能不能拉小姐队吧？是谁送给我的？哦，上面有放卡片，给曾经想要一直守护的人。那个花没有取消吗？对啊。哎呀，干嘛不取消啊？两个女人搞什么？她们是怎么认识的？为什么一起走过来？那个又是什么？约我出来是为了什么事？我认输了，你要是休学的话，我就取消离婚的事。周一至周五，东森戏剧台晚间10点，东森综合台晚间8点，第二次20岁。